当地的百姓就根据他那个自然的形态来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一仙殿。其实这个和咱们这个昆仑山造山运动早期形成的那个构造裂隙有关，它那个地方本身有个就是地层和地层间的裂隙，然后这个常年的这个河流冲刷，它两边的地层刚好是可溶性比较好的那种灰岩，它把那个可溶成分全部溶解了以后慢慢流失，那个一仙殿那个构造那个水流流的时间越长，它越往下把它侵蚀，常年累月就这么个水的这个侵蚀作用下形成的，它本身和那个构造和这个水流的河流的侵蚀作用有关，还和两边的这个地层有关。比如说咱们这个内地好多这个岩溶地貌，在咱们的那贵州那些喀斯特地貌，它的本身都是灰岩为主，就是碳酸岩岩为主，它就是可溶性比较好，所以这个水流侵蚀对它起的非常好的作用。